一件件神秘衣从塑胶袋里拿出来，精致刺绣、鲜艳绸缎，相当吸睛。原来这些都是福德正神的神衣。今天我挂久啊？哦，这当下拢穿了四五单靠。这间位在台南知名的财神庙大埔福德寺香火鼎盛，许多信众都会制作神衣还愿。不过神衣太多，也让土地公衣柜大爆满。庙方特别在中秋节这天首度寄出35件神衣，让民众寡不会结缘。抽到这件喜欢吗？很高兴了，有抽到了。寡妇神明衣就是可以放在那个自己家的神明厅，就是改拜拜。看到活动的时候，我就很期待，对，然后就刚好今天就很早就过来。信众成功刮到显杯，将备工的神衣与好运带回家。而这35件神衣，每件要价3万到6万元不等，做工精细，要价不菲。庙方说，基本上神明只在每年农历年前或出教巡境会换新衣，需求量不大，所以衣柜很快就会爆满。请示过神明后，决定将神衣让信徒带回家结缘。有的神衣作车，啊有甲备工啊清洗，清洗讲了感谢个家人哦，保平安哦来。用起来甲八公啊出来来干杯，吼啊有缘的人来拜伊的神衣，啊都藏船、藏车会使，藏办公厅会使。每件衣服都是信徒的心意，送来都会请土地公穿过。民众不阿不会带回家，加持过的神衣沾财气，也保佑家人平安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陈安台南报道。